现在大家的眼前，而且充满惊奇。老实说，设计那些服装款式的人就是我小夫了。哇，真有两下子。没有啦，谢谢大家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用这些取代原来的设计。那么我们的服装秀现在就要正式开始了，大家期待已久的服装秀立刻就要登场喽！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。小夫，接下来就看你的咯。包在我身上，胖虎，我已经把我的服装设计图放进这台相机里面了。那么第一届胖虎与小夫合作的魔术时装秀现在正式登场。首先就是这套衣服。来。哇，好丢脸哦。我并没有设计这种款式的衣服哦。好可爱呀。还是什么衣服啊？好好笑哦。奇怪。小夫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定是有人放别的图进去了啦。你看吧，这个样子就没问题了。接下来你可不要再出错了。好，我们转换好心情再重来一次。首先亮相的是这套服装。开始咯。各位请看。怎么样啊？他们是怎么了？这个胖虎，胖虎，你看你身上。小夫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不要跑。我把小夫的服装设计图抽起来了，照相机里面就空空的，所以才变成裸体呀。救命啊。这又不是我的手啊。你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胖虎，我求求你原谅我了。就跑着，不要跑。救命啊。你觉悟吧。